融化了，最后来戳几下吧，来个告别模式，然后加水开始洗泥了。其实我现在是半蹲的姿势，像扎马步一样，因为看不到水池，有点盲洗的感觉，但是真的是超级累呀。这些泥我洗了得有半个多小时，但是有些顽固泥还是那么硬，最后我只能放弃了，累得我腰酸背痛。有没有好看的电视剧啊？给我推荐一下，我要去躺着啦。喜欢的小可爱别忘了点赞关注哟。